刚刚带萌新，萌新说有个 boss 贼难打，谁呀？女士还是雷电将军？特别大的深渊法师，我大概知道是哪个了。就是这个深邃境女者吧？其实这个并不难打，她没出来，我就能把她秒了。我要是能秒，怎么说？好嘞。噔噔。来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依旧迷途未返。啊？怎么说啊？打算怎么给我磕一个？哎呦，你真磕呀！今天遇到一个萌新，问他需要帮忙不？他说认识我，还让我坑坑他。不是吧？粉丝现在都有这癖好啊？我不坑萌新的，坑人的事儿我不干了。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吧。看到没？这儿藏有很多小猫，我还能把它们弄水里。其实可不怪圈，人有肉身工作呢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喜欢坑是吧？那就满足你。枪好重，头也好重。林박사님을아세요？林박사님을아세요？今天带萌新，感觉自己像个小丑。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找宝箱。好嘞。两个人一起拿的？还真有。这萌新特意找需要两个人一起开的，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吧？不用客气，再跟我走。你过来，站我旁边就可以出发了。等会儿嘛。嗯，又进来了一个人。也是萌新吗？需要我帮你捏造一个？你干嘛去？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那位莱特喜欢品水，那他喝完蒙德的水，清澈甘甜；喝完璃月的水，回味悠长；喝完须弥的水，口感丰富；喝到期的水，怎么喝起来感觉有点麻？看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惊喜连连，怎么样，帅不帅？坏了，完全不记得哪儿还有宝箱了。没了，我要去洗澡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没有，我真的在洗澡。还好刚才不留下攻略，那继续我给你变宝箱吧，跟我来。响起你的掌声。还有吗？没了没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在干嘛？抽到钟离一定要做的事，吃甜甜欢酱鸡就可以变强。
只要我们换上工艺的绸棒，吃甜甜花酱鸡就能给大招充能，随时随地。天理超群。用重力叠高高，用重力柱子把遗迹守卫顶起来。把狼王顶起来。嗯，用钟离躲猫猫，钟离柱子放在椅子上，然后钟离坐下藏在里面。大佬，你人在哪儿呢？力量似乎渐渐回来了，不多但有用。聚收并蓄。钟离大人做这些是有什么深意呢？不行了，家人们，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枫丹的人工智障，真的太可爱了。嗯，有点意思，略感疲惫。做些什么好呢？你还过呢？偶遇之物亦有风雅。小萌新能有多可爱，刚刚带了个萌新，全程都在问我。嗯，我在你头上。别往上爬了，我下来了。跑太快了。好，那我慢点。果然雪山对萌新来说还是太难了吗？那我先带你进体地吧。好了，你体力应该清完了吧？还有多少？今天用钟离带萌新，竟然被嫌弃了，那我得让你看看什么叫阎王帝君。千里长驱。你好，需要帮忙不？打周本可以。安如磐石。我钟离多少血？问这干嘛？只有两万多，怎么了？七万血，厉害呀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直接上去就是一个。先别管怎么没的，继续打吧。五言巨蜥是吧？我直接就是一个固若金汤，牵动万象。知道血量为啥低了吗？What the fuck？ 心魔女咒很难是吧？我直接一个手起，刀落强压刃。想学啊？我教你啊。只要你选到这个混沌灵药，然后进入游戏，一个秘技直接把怪鸟杀。对不起，根本没有你们的回合。不得不说，每个角色都有神奇的玩法，想抽无奈星穹不够呀。还好我发现小破站的活动，在 B 站搜星穹九大福利，看到这个活动没？点进去，满满的星穹在向我招手，只需要随便发发视频，门槛非常低，没有时长和数据要求，轻轻松松2370星穹到手。听说你为了抽福神现在冷静的像个死人，那你给福神备了多少啊？如何运用一个专门用来坑的游戏搭子？干嘛呢老弟？哟，芭芭拉呀，厉害的，直接拉满。升级材料在哪？我带你去找。小天神，蘑菇怎么没了？纳西达可不知道哦。看那里还有。
又没了，没事儿，换个地方还有呢。把我气了，再也不想和我玩了是吗？萌新为什么会挨打？他说二十抽出了钟离，问我是多少抽出的。哼，你话真多。你才是姑娘。